大家春节快乐，过年好，我是大鹏。这周是中国的春节，也叫做农历新年，所以我给大家拜年了。你知道什么是拜年吗？没错，就像这样，在过年的时候问候别人，祝别人好运，这就叫做拜年。拜年是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1号下午，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，所以我要给在中国的我的老朋友们打打电话拜拜年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听听看吧。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录音的话效果是不是会很好，如果不好的话，那请你谅解。那先打给谁呢？不如先打给我的中学同桌吧。想死你了。哎呀，你回来啦？没有。啊，回来呀，别让我们激动了半天的这。哎，你干啥了？啊，我这不给你打电话给你拜年了吗？哎呀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你咋也不回来了呀？回不去啊，疫情，你说这真是太难了。那你疫情连别的都能回来呀，你还你不想回来？这多少年没回来了？三年了吧，快。啊，就是。应该回去，应该回去。就是，你过完年了。好点的，你赶紧回来。我是等着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回去的话，一回去就被隔离一个月，就太受不了。啥也干不成，是吗？对，然后出时间都浪费了。对呀、然后出国的时候还又特麻烦，在这头还被再隔离十来天。是吗？就是里外里搭的时间太长了。对呀、本身咱都30多岁了，这时间真是搭不起了。你现在啥情况？什么啥情况？情况没有。深马情况，自从张丹他们同事小马结婚以后，我就死心了。哎，你个拉倒吧。你呢？什么情况？真的吗？又是，我们就是这每天就是上班回家也没啥，就是正常生活呗。哦，活得挺好的。哦，还行吧。我听你们后头吃饭呢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了。报个菜名吧，让我也馋一馋。哎呀，又是炸油糕、饺子、鱼、虾、那个啥。啊，这。盐已经吃不动了。这你都，感觉你都不太开心的吃这么好的东西。吃太多了，放了。怎么样？你的体重最近？飙升呀。好好好，在那个小红书上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巨像吗？我还截了个图，一会儿给你发。跟我长得超像，真的超像。然后就是做那个分析星座星盘的，我说我去，这会不会就是？不过他姓宋，我记得是。我就说是猛地一看，我说我靠，这个草蜂蜜开了个那个啥都不告我。小红书我还没号，肯定不是我了。丫丫不在吗？在了，在了。你要跟他说句话。说，必须说。谁呀？你好。他理不理不理你。冉冉你好。他吃了的。你不记得人家给你买的那个韩国的那个衣服吗？天天在家穿那个，还有那个睡衣。我啥时候给他买过睡衣了？哎呀，你这啥记性了呀？人家买了一身那粉的那绒绒的那睡衣吗？现在还能穿？还能穿。哇塞，还能穿。他本来人家是一个那长款的，但是他现在长高了。但是那个上面那个衣服是个马甲。你现在在哪？在你家还是在饭店了？在饭店吃饭，现在都是。那还这么不开心，吃的又好。哎呀，就是已经撑的不行了。行，那等回去没事，过年休息到啥时候？初六。啊？不是初八？没，现在都是初七就上班了。这政策不行了呀，比原来。那当然，那压榨劳动力。单位怎么样？都上班谁挣钱？就那样吧。嗯。那咋样？
哎，那个领导走了没？那个，他是先被处理一下，但人家现在又官复原职了。先被撸下来了，又官复原职了？嗯，厉不厉害？棒不棒？怎么能官复原职？谁在后头给他撑腰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简直就是小孩有娘，说来话长。完，等你回来当面给你说。当面跟我演绎一下。对，行了，那你们先吃吧，回头再打电话。行了，好嘞，你也吃好喝好啊，这两天。吃好喝好。嗯。多注意身体吧。好了。好嘞。好了，挂了啊。拜拜。哎，好了。拜拜。现在我会打给一个叫江丹的朋友，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坐在我的前边。哈哈。哎，忙啥呢？他不跟我视频了。你还要跟我视频？啊，不行，压了，重来。啊？你咋不回来了？中国人民和国家都不太需要我了。韩国人过吧。韩国人民好像也不太需要我。你好。新年快乐。祝你新年快乐，虎虎生威，虎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哇塞，太棒了。红包拿来。哈哈哈哈哈。你还要红包？你都40多了还要红包？哎，40多了你这不回来，你说说你。赶上个这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哎，赶上个疫情了，没办法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今年应该差不多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不回来，等没啥疫情了，我们过去。我就说你们不需要我了吗？你们还非让我回去。我说需要了，你就在那儿待着吧。需要我在这儿待的是吧？对，需要你在这儿待着。哇塞，哎。house 给。嗯？什么 house？ 啊，整个 house。对呀，要不去了住哪儿呀？有我住的地方，就有你们住的地方；有我吃一口，就有你们的半口。放心吧。你吃口年糕，我们也吃一口年糕。我可不吃年糕。哎，你们吃啥了今天？我们嗯，吃大米，随便吃点了还。不是，过年不应该吃饺子？昨天晚上吃过。白天就不吃了？还天天顿顿吃，腻得慌。吃大米有什么好菜没有？炒鸡蛋。哎呀，土豆丝。这个年过的，哎呀，比我的伙食还差。哎，你家谁做饭？我家我婆婆。你是干啥的？你的任务是啥？我吃饭的。你今天啥时候回来？准备疫情这中国不隔离了，我就赶紧就先回去看一下。你是彻底回来呀，还是？彻底回不去，刚才不说了吗？人民和祖国都不需要我了。哦，对，我们需要你在那儿。对啊，你们需要我在外头给你们开个支部。换个地儿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已经今年上半年我可能去过了。啊，你让我换地儿的意思是？我让你换个地儿，换个我没去过的。啊，你要去哪？嗯，哎，你。那会儿不是要去德国了，咋不去了？太冷了，那地方。那你想去哪？去暖和东南亚，那些暖和的地方。那今年咱们相遇吧。行，多年没有相遇了。我男女朋友没？啊？女朋友？女朋友不在，没有女朋友，哪有女朋友？啊，不要这样啊！哇塞！小心把大门牙都磕掉了，少吃瓜子。我要见女朋友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笑死人了。笑死人了。那行了，那挂了啊，回头再聊。拜拜。最后我还要打给一个朋友，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。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坐在我的后边，好久没联系了。很想知道他现在干什么。
任总，新年快乐！赵总，哎，任总，任总，快乐，赵总。你忙啥呢？没有，还在这边。跟朋友吃饭呢。这回太原了？没回去，我也没回太，没有，我没回去。啊？不让回？这北京不高风险吗？现在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要留在北京看奥运呢。都不让看，那根本就进都进不去，也不卖票的。开始是说这个，有这个高风中高风险地区的这些区可能回到太原要隔离，当时写的那个回山西的政策特别严，但现在看也没啥事儿，对呗？我觉得也是有点小题大做了。那不知道嘛？那你说万一你要是回去但回不来，不能影响工作嘛？为了大家，为了那舍弃了小家，为大家舍小家，父母也没过去，就你、我妈在上海的嘛，然后我爸他自己一个人没事，他就去找他同学去了，又钓鱼去了。现在不钓了，不钓了，已经改成什么爱好？同学在那儿疗养，所以也是身体不太好啊。到时候过去看一看。啥情况？他这几个同学，他的初中同学也60多了。啊，他是是你爸的同学身体不太好。对，有几个是常年在三亚疗养的。哦。他就照过去跟人家看一看，在三亚还是海口？不知道。哎，反正那海南岛都天气都挺好的呗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准备看看能不能，这机票倒是挺便宜的，我想不行就找他去了。过年还是啥时候？就看一两天吧。我看机票挺便宜的，去海口，北京的海口机票400-500块钱。机票倒是不贵，但是能去吗？它是什么？就是48小时之内要做2次核酸。啊，什么什么的。48小时要被捅2次，哇塞！啊，对，嗓子还行，鼻子就受不了了。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呗。哎，不，那个觉得太长了，那个就捅那个采样的那个东西太长了。哦、我还你弄过鼻子没有？我一次都没做过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做啥呀？啥了？核酸没做过啊？没做过啊？哇塞，真咋的了？真腻了。没事啊，我这不是那边有，韩国不是有疫情吗？有，但是我周围好像还没有什么患病的人离我太近的这种，所以我也不用做。是还是可以控制呗，确实在那边。是我只能控制我了，他们能不能控制他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吃啥呢？报报菜单吧。吃没有吃那个早茶，喝早茶。现在广式的。现在1点多啊，广式，我还以为你喝老豆腐了。没有，广式的。行，没事，那个和朋友们坐在一块聊吧。回来吧，早点回来吧。行，我就去找你了。以后过年我就去韩国过了，跟我爸一样，以后。行，没问题。咱俩就搭伙吧，搭伙过日子。我在哪儿，你到哪儿就完了呗。行，带着点我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行了，赶紧和你的朋友聊天吧。好嘞。再联系吧。好的。好了，挂了啊。春节快乐。春节快乐。那个跟阿姨问好啊。欧了。好多年，最近都没咋回太原。也是去看看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是老地方。好嘞，那就行，挺好的啊。那这样，好嘞，再联系吧。好，挂了。好的，好嘞。好啦，我已经给我的老朋友拜完年了。你呢？如果你有中国的朋友，也千万不要忘了给他们拜个年。可能你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农历新年当天了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在这个月都可以给大家拜年。好啦，这就是这一期的说中文播客，有点特别，我们下期再见。